好，下车。嗯呐、好，慢一点啊。好，先生，你们等一下，不要急，等爷爷奶奶先下来，我帮你们把座椅调一下才可以出来啊。哎呀，你自己搬开了，能干嘞。自己会开了。好，下来，牵手吗？一三来，一三打。跳下来，哎呀。一三来。一三来，你看。小白，今天把车开到家门口去吧。可以往前面开啊，肯定有啊，这么宽的马路还不好开啊。开开过过，开直一点了，把车开直一点。还可以往前面开一点，好。你是没开习惯。终于把我们家的新车啊开回来了。现在这个路马路修好了还是好哦，小白哦，可以停到我们自己家门口了。啊，弟弟，你今天就准备出去了吗？现在就要走了。不是还没吃饭吗？不是说五点钟吗？改时间了。哇，今天没陪我们出去玩一下就好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出去了。幸好没出去，不然的话车都要走啦。对，要走了。哦，要他们下来接吗？妹妹他们。好、这一次分开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聚了哈。轩轩涵涵，把衣服拉下来。老爸，那个师傅来了没有？还要等多久啊？还要二十分钟。那吃饭嘛，你先吃饭嘛。吃点饭就好了，那反正晕车。昨天怎么还不热？你看我昨天直接穿一件衣服。你看下次就变天了嘛。没煮饭吗？今天？现在是早上的七点钟啊！大家好，我小白。今天老爸要出发去长沙了。弟弟是昨天下午走的，本来是想送他们一起去长沙的，但是他们不让我送。主要可能老爸是担心我这个开长途经验不足吧。哎，老爸，送你一下吧。哎，送你去长沙算了。不用担心我的技术，你看我去怀化开了两次了，都很好啊。好了，开个玩笑了，现在他主要是已经订车了，没办法了，如果像之前的话还可以改啊。坐别人的车，我跟你讲，不是这里等就是那里等。肯定是他那个还少一个人，估计还在找人哈。他这里开得近。
那东西还蛮多的哈。好。三百五的样子，三百二，三百二。老司机。啊，老爸出去了，舍不得吧？啊，他姐姐，他姐姐，好了，下次我开车带你出去玩，去找老爸啊，去厂上找他。早上好啊。这是二叶蛋哦，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。有点烫手。有点烫，不敢拿。嗯，那你去吧，我等一下吃。还吃得下不嘛？不急，我再等一下。这个是我规范。小心，你这个要趁热吃，吃了好的。拜拜，下一个奶奶走。谁跟他奶奶走？他一般都是吃那个蒸的鸡蛋，蒸煮的，很少吃。一点一点的味道。哎，他喜不喜欢吃蛋黄啊？可以哦，他吃鸡蛋还可以。哎呦，还吃一个。我不吃了呢。你要多吃几个知道吗？现在这个怀孕四个月了，你还不多吃点，以后这个宝宝体质没那么好嘞。谢谢。有点烫。那烫不烫？不是，他是。不敢了，他今天怎么不敢拿鸡蛋了？吃了鸡蛋。他昨天没吃完，那就睡小着了，应该饿了哈。没，不是吃了很多牛奶吗？他。他是牛奶，是不管怎么整，他这么大。炖酒干嘛？给。你看，看到一小点哈，一大个他不要。你还吃一个是吗？我不吃了，我吃饱了。吃两个就可以了，下回不要吃一个。你吃嘛，多吃点。发现你这怀这个宝宝好像没有。我怀孕我都不敢吃鸡蛋，我吃鸡蛋我就怕。现在家里面也买不到什么土货哈，不知道搞什么营养补一补给你。你现在没有反胃就多吃点，知道吗？到时候你。到七个月八个月就吃不下了。怎么样，这个艾叶蛋好吃吗？多吃点嘛，我吃不下，我吃饱了。你都没吃东西，吃饱了。我在下面直过的呢。你只吃一个大碗。哎呦，早餐我一般吃的少呢，你吃吧。你